好，来看到国立空中大学113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了，凡是高中职毕业资格即日起开始受理网路以及通信的报名。那么空大并设有大学部以及专科部，有六个学系让大家来选读，要进修的学生们以及社会人士，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。想要进入终身学习行列的乡亲可以把握机会了，国立空中大学113学年度上学期开始招生了，并且有专科班和大学部供想要继续升学的乡亲不错学习的方式。那么报名是采用网络的方式来报名，即日起一直到6月30号为止，7月13、14两天还可以现场报名注册选课。那空大呢有六大学系，专科有五个科，六大学系分别是人文学系、社会科学系、商学系、公共行政、生活科学跟管理资讯。那专科有五个科，分别是公共行政管理科、企业管理科、综合商科、社会工作福利管理行政科跟生活的科学的那个专科。总共呢专科五个科，大学六个系。一学期开设107门课程，欢迎有兴趣的人呢来加以选课。那选课呢观众朋友可以选什么呢？就可以选跟自己生活有关、工作有关、家庭有关那这样的话呢读起来就比较顺畅一点。另外除了呢六大学系五个科开了107门课以外，我们花莲空大为了服务乡亲我们还开了很多专科部、大学部的叫做专班。所谓的专班就是在地老师教、在地老师出题、在地老师出作业、在地老师考试，然后最后呢评量让各位呢拿到学分。那专科部的专班呢就是社会工作福利管理呢行政科的副学士班。目前花莲空大呢在花莲空大以及万荣、寿丰、义理分别有开班，所以这个部分有四个班服务乡亲。另外大学部的学士学位的专班呢，花莲空大有就叫做公共行政还有管理资讯。那我们在凤林地区呢也有呢生活科学系的学士专班。所以不管是专科部、大学部的这个专班都欢迎呢乡亲呢赶快来练赶快来圆大学梦、专科梦。那刚刚讲过我们的方式是网络报名，从现在开始到6月30号。那各位呢假如有兴趣就可以开始呢上网报名，打开国立空中大学六个字进去呢空大有一个我要报名，然后点进去就有相关的表格。那各位把相关表格 key in 好了，记得按送出以及列印缴资料审查费300块，那这样你就完成了报名所需。那我们学校六月底就会寄注册选课须知给你，你呢拿到注册选课须知，就在7月13、14到空大来完成注册选课。执行长林坤正表示，空大提供完善的升学环境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终身学习。空大有六大学系让乡亲前来选读，同时也透过网络报名，想要进修学生们以及社会人士，空大是终身学习的好地方。记者纪宏毅，黄报道。